刚刚呢，我从雅居乐国际广场出来，这边呢是新世界城，就是一路之歌啊，两个商场，它的人客量啊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给大家看一看雅居乐国际广场的内部的情况。之前这边呢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？因为楼上有一个叫什么？反正就是进去可以玩的地方，之前玩过，我现在忘记了，就是一个非常受年轻人玩的一个地方。后来这个地方好像搬掉了吧，还是不干了，就反正就没人了。然后我现在带大家去新世界城去看一下啊，新世界城人真的超级超级多。然后这边呢就是第一百货，第一百货的前面就是南京路步行街了，就是离这么远，就几百米的这个距离，完全不一样。进来了，这边呢是一楼，一楼的话基本上都是小吃还有化妆品比较多啊。这边有一个喜茶，像喜茶的话现在也没有人排队了，以前喜茶排队排很长很长的。那我们现在往前面去啊，去看一下。那这边的一楼呢基本上都是卖化妆品的，你看这边的琳琅满目的化妆品，这些化妆品我自己都认不全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新世界城呢有两大看点，就往人多的地方去走就是了。看到没有，这边人多少，大家都在看什么？都在看这个鱼哈。哇，有美人鱼，难怪有这么多人。以前是没有美人鱼的，这个鱼缸做的还是有点小了，你看人都往这一站的话都看不到鱼了。其实这个鱼缸挺大的了，但是在这么大的一个一楼的中厅的位置啊，就显得特别特别小了。这里你看有很多人在这里看，我们去楼上看可能会更清楚一些。好多人跟着这个美人鱼走，我们也去拍一下吧。哇，还有大鲨鱼呢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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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不是爬到二楼之后看的会更清楚一些？因为楼下确实是太多人了。这个水族馆呢，它的高度只有估计三米吧，因为人往那一站的话就显得特别小。因为这个美人鱼是一个女孩子啊，她没有氧气的，就是她要自己换气，所以潜水的话她要一口气潜一下，然后再上去再换气才能再下来。你看它在水下的时间不会很长，因为它没有氧气嘴儿。这一层呢是卖小家电的，就非常多的那种小家电。现在我们在十楼的位置，看一下。十楼呢是杜莎夫人蜡像馆，成人票是190，学生票是150，老人票140，儿童票140，军人残疾票140。所以你看，收费的景点没有那么多人进去。下去了，这种直梯现在非常流行的就是一下子可以下两层，一下子可以下三层的那种。然后这一层就没有停啊，直接就下到这一层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下来了啊，然后楼下我就不去了，楼下基本上都是卖小吃的，卖美食的。然后你看一楼啊，人真的超级多，还是化妆品啊，女人的钱好赚一些。现在我们就出这个商场了，去南京路步行街。
从商场内这边的一个电梯直接就下去，直接就可以通往南京路步行街。现在是5:30了，这就是 B1 楼啊，这边就有很多小吃，我就不在这里逛了啊。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吃，然后饮食，直接啊，直接往前走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边非常多的小吃，一楼的人也非常非常多啊。这 B1 楼啊，啊，这边也有很多卖这种手办的，之前没有啊，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才开的吧。啊，就是这个火车头之前是没有开的，现在是卖一些手办的。然后从这边呢往左手边，右手边呢是，右手边是人民公园，左手边呢就往南京路步行街啊，世贸广场。你看这里就交通管制了，对不对？五一期间估计超多人的，现在人还好，没有那么多，电梯都已经停掉了。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京路步行街，看一下这边多少人啊。这就是南京路步行街的一个牌子，这边呢就是世贸广场。世贸广场的这个门口啊，就是中国啊耐克的旗舰店。这边呢就是第一百货，第一百货的楼上啊有一个老石库门里弄的那种摆设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。坐在这个石凳上歇一会儿啊，然后再往前面走。你看这一家五口人啊，买的东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买很多东西都是这个妈妈来提。那个做父母的，做父亲的真的是啊，现在那个做父母的已经分发了，让各自提各自的。我们去耐克的旗舰店去看一下啊。去楼上看一下。楼上还有一层。不上去了啊，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屏。这个大屏还挺壮观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从耐克旗舰店出来了啊。耐克旗舰店的旁边呢就是乐高的旗舰店。乐高的旗舰店你看现在没多少人啊，去年的时候刚开业的时候那真的是排队排很长很长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排队排了大概有20多分，将近半个小时吧才排进去，就很快速的走了一圈拍摄了一下啊。带小孩的一定要进去看一下小孩的乐园啊，里面有玩的，然后有拼好的乐高，然后非常非常壮观，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，不买没关系，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对，好，现在呢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进南京路步行街去转一转。现在你看夜景的灯已经亮起来了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第一百货的这个去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些表演啊，因为也是这边的商场竞争力非常非常大啊，每一个商场呢所以也要搞一点点花头吸引人流量啊，所以现在你看那边就有一个表演的。